在考试选择上是很多家长问的高频问题，之前是问 SAT 和 ACT 考哪个， SAT 和新 SAT 考哪个，现在都是在问新 SAT 和 ACT 考哪个。新 SAT 考试分为三个部分，阅读、语法和数学，写作部分不计入成绩。 ACT 考试则分为四部分，阅读、语法、数学和科学，科学部分内容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球和空间科学。从申请角度看，两项考试单项中的阅读都是重要的，申请时间表也可能是选择哪个测试的主要原因。 SAT 和 ACT 这两个测试只在某些时候可以注册考试， ACT 重视离散的信息，而 SAT 去突出学生概括信息的能力。 SAT 还是 ACT， 敬请锁定周六晚8点国语一台及9点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我该选择 ACT 还是 SAT。